对，我们刚刚找了，我们准备去 Pretoria 久，在网站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套餐，你可以吃 Primisegondi 跟 Dorni 跟一点的 Vino Rosso， 都只是15块，所以我们可以加，看起来好可爱，不错。Later， 连他们的厕所好可爱，但是有一点矮。我选羊肉，他选那个辣面，对，这个就是意大利辣面。真的有块儿的感觉，你看的话你知道它就是手做的，因为真的是刀切的，也很嫩，跟那个羊肉的酱。我在罗马花了非常非常多钱，但是这个完全没找到，完全没找到。忘记了，快点，一枪鱼 ，secondi， 跟八六了，我点牛肉跟菠菜。有嫩，有味道，什么都很好。可以注意，其实下面就是真的脚跟腿，我觉得很好笑，觉得。罗马文字是真正的意大利。刚才有一个人不停地夸我们的衣服，也属于一个真正的意大利人，可能16、18岁左右。他们说：“请问你的衣服多少钱？”然后他说：“300块。”他们只是10块。在我的后面就是著名的老桥 Ponte Vecchio， 你在那边可以买各种各样的纪念品，但是如果你在那边买东西的话，可能要比平时花很多很多钱，而且要小心，他们说在那边有很多小偷。冰皮，他们说就是佛罗伦萨最好的冰淇淋，是在老桥的旁边。他们有一个巧克力水饺。
我觉得我在天堂，就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冰淇淋，外面的巧克力跟里面非常非常好吃。还有呢，因为他们的材料都很新鲜，它可能融化的很快。吃完冰淇淋，我们又去打卡了著名的佛罗伦萨剔骨牛排。吃完第一口，我们就栓 Q 了，真的吃不惯只有三分熟的肉，所以我们只好打包回民宿。第二天早上重新煎熟吃掉了。